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乔妍爱，欢迎收看豆豆快乐学堂。大家都知道今年是猴年，前阵子啊，福禄猴抢攻了各大媒体版面，真的是很火红哎。没错，那我们今天呢要应景一下，教大家做的也是一只可爱的猴子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作品，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做的猴子呢，它是有点半立体的哦，而且它材质啊是用粘土做的，头顶上呢还有一个可爱的香蕉。那你学会之后可能还可以变化，有苹果啊等等可爱的小水果。那我们要做这个作品之前，一定要先来欢迎教我们的老师，来欢迎元琪老师。嗨，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元琪老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下来做一只很可爱的猴子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所准备的材料呢，很简单。那当然就一定要有超轻土，这是超轻粘土，对。然后再来就是一把剪刀，然后再来就是粉彩笔，粉彩跟粉彩笔。然后再来就是工具，那我的工具呢，有一只是平刀的，然后有一只呢是尖的，然后再来就是白胶，还有就是我们妈妈在刷衣服用的刷子，还有一个圆形的板子。那没有这个圆形板子呢，像用一般的卡纸或是相框都可以。哦，所以还可以找替代的材料就可以了。对，好，老师，那我们知道要怎么准备这些东西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进行我们第一个步骤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动手做了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先用这个板子。那这个板子我们上面呢都要上满了白胶，那我们白胶呢用手来上就可以了，直接上整个表面吗？对，好，所以薄薄的一层，薄薄一层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边边呢边缘一定要确实注意，一定都要把它上到，那不然它那个超轻粘土干的时候，它会有收缩的作用。那这里呢，干的时候它就没有上到白胶的地方呢，它就会翘起来。哎，老师，你刚刚有提到超轻粘土，那我们用一般的粘土可以吗？也可以。可是会不会太重，它就容易掉下来？是不会。但是一般哈比较重的粘土，它是要有蕊芯包住，它才比较好作业。那超轻粘土它是不用的。好，那我们白胶就这样薄薄的一层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你不要把它上得太厚哈。好，那这样之后，我们先把它放旁边。那再来呢，我的底部我是用绿色来当草地的感觉，有一种猴子在草地上的感觉。对，好，那这个呢，这个动作一定要先有，就是我们要醒土。要先用手的温度去让粘土变软。对，那我们就把它醒土，醒好之后呢，好，我们就搓一个圆。那我们再搓，老师，我们醒土是知道说，哎，它变软就是已经醒土好了。对，哎，那我们呢就先把这个粘土呢放在手的中央，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手掌，手心的部分，对，好，这样子把它搓圆，搓圆之后用我们的这边的手掌哦，好，轻压一下。再把它拉开。一般呢，我们在铺底的时候，大部分都要用到擀棒。那我今天呢，我是觉得说，我们不用擀棒，因为我们的双手都是万能的，我们就把它这样按压，不用太平哈。然后这样，因为才有草地的感觉。好，就直接下去。老师，你这样好像在做那个，我看披萨师傅啊，他们也是一个圆形的，然后面皮这样往上盖，然后对，把它盖圆，这样呢很好玩哈，很有趣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按压，用我们的手掌就这样把它按压，好，慢慢往外推。对，好，按压之后呢，那后面是不是有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哦，有一点哎凸出来的部分。对，凸出来的部分呢，我们就直接拿这样子，用我们的食指哦，好，就这样。直接往那把不要的，哎，直接剥掉，哎，那剥掉的地方它会很平，我们不用动到任何的工具，我们就用手这样子把它剥掉就好。哇，其实用手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感觉。对，好，这样是不是很有趣？还而且还可以贴得很紧，边边都包覆住了。好，这样之后呢，你看哦，我们这样子就是很完整了。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这样之后，我们再来用我们这个的刷子，这个刷子。好，老师，你拿刷子要做什么？好奇怪哦。好，我们来做。这跟粘土又没关系。可是我们粘土是不是软的？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再按压，是不是它就会有纹路？哦，哎，好像有毛细孔的感觉。对。那你看哦，好，我这边有按压的，跟这边没有按压的，是不是差距很大？有，就比较仿真了。好，那我们全部就这样子，一样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刷子上面，哎，一根一根的打造出这种好像有毛细孔的感觉。好，这样是不是很有那种草地的感觉了？哦，原来就是利用它的这个原理。
好，那我们这样之后还没有完成哦。好，好，这样子我们还没有完成。来，我还有再把它弄一点点，旁边有一点纹路的感觉，我就用这支棒刺。哦，老师直接用这个压的方式，对，做出一点纹路，让它有一种凹凸不平的感觉更明显。哦，好像有点像螺纹哎。对，好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样我们的底部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把它摆在旁边，让它有点半干，然后我们再来做我们的猴子的头部。好，那我是用咖啡色的，一样做形土。这个动作就是形土。老师，我发现你铺在那个粘土下面啊，那个是湿纸巾吗？对，湿纸巾，因为湿纸巾它本身它就是湿湿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怕它完全干掉，对不对？没有水分，所以我们放用湿纸巾放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形土形好之后呢，我要搓一个很大的半水滴的形状。半水滴，对，好，它是胖胖的水滴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作品。对，好，你看哦，你看我在拉的时候是拉这样子，好，反过来再一次，因为我要找出它最漂亮的那个面。好，我就不断的就是这个动作。好，好，我就要这一面比较漂亮。好，找到一面。好，这个面呢，它是比较平滑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就用这个面。那我现在呢，就要来搓一个水滴。那我搓了一个是这样子胖胖的水滴，但是我还没有按压，压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是半平面的水滴。猴子是有一点像人有下巴的嘛。对，好，那就这样子之后呢，我放在手掌心，好，我就开始看，老师用手心对做轻轻的压。好，压了之后，我一样要把这个头部这个额头的地方，我还要再把它推回来。哦，有个凸凸的额头的感觉。对。那这样之后，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工作上，工作台上。好，那就压这样子的，修一下它的形。好，这样你修好了之后呢，别忘了先要拿回来你的这个，因为这个圆它有一个大小，对，有个大小，你要把它先摆看一下。我们自己来调整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大小会不会太小。对。就压这样子的，修一下它的形。对，好，这样你修好了之后呢，别忘了先要拿回来你的这个，因为这个圆它有一个大小，对，有个大小，你要把它先摆看一下。我们自己来调整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大小。好，那这样太小。对，好，这样之后，我们就要来做它一个眼睛、脸部的肤色的部分。哦，因为这个咖啡色其实是模仿我们猴子的鬃毛嘛。对。哦，所以脸的部分其实我们会给它一个像比较像肤色的感觉。对，好，然后一样形土，一样的动作，对，一样不。那因为我们的头它就是水滴形来变化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脸部肤色的部分我一样用水滴。好，水滴呢就是搓这样一个圆，之后我们的手斜一面。哦，好，这样子的水滴的形状就是这样子的形状。斜一个角度的来搓就会有水滴形。好，压一下。压一下之后，我就用我的工具从这个中间，好按压下去。哦，好像爱心。好，就是一个爱心的形状。哦，那这爱心的，对，爱心的形状把它掰开。好，我开始来把它压薄。我直接用手捏薄。对。好，好像一个爱心形。好，这样薄了之后呢，大小我们差不多的时候比一下。因为你每一次在搓头的时候，可能不会都一样大小，对不对？哎，比上去。好，我希望，我想说这样子的大小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好，之后我再来把它上白胶。粘着。对。老师，在这个白胶的选择上啊，如果我家里没有白胶，还可以选什么样替代的粘着剂？用那个胶水。胶水也 OK。胶水也可以。小朋友如果家里没有白胶，用胶水也是可以的哦。老师是用牙签来上。好，这样之后贴在正中间。
轻轻的按压。好，那我这个脸部哈，大部这样子已经有一半已经做好了，就贴这样子。好，那贴完之后呢，我们要用肤色再把这个嘴巴的部分再把它完成。我有看到它这个嘴巴的这个肉啊，没有，有像我一样蓬蓬的。好，那一样我也是这个肤色。好，都要形图啊，每一块都要。那我这个嘴巴的部分呢，我是戳一个长形的。好，一样，我要找一个面是漂亮的，所以我一定要这样拉。你看，我都是这样拉，在找漂亮的那一面。对，好，好，我已经找到这个面是漂亮的，好，我就来戳。你要做出一个蓬蓬的脸颊。好，就是一个长形。椭圆长形。对，如果说这边比较丑一点，往里面。用手指去拨它那个丑丑的线，对，其实是可以被拨掉的。可以，好，那我们就像这个面，这个面好了，好，好，我就来这边上白胶。这老师很聪明，用那个我们的牙签来做这个粘黏。好，那我们在衔接的地的时候呢，就是扣这样子。好，用我们这个地方。手掌的边去按压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做它的耳朵。哇，这个猴子的耳朵其实很可爱，它弯弯的，有个弧度。好，那耳朵呢，我们要用咖啡色的土。好，先剥两块，戳一个大圆，好，差不多大小。都两颗球适量，因为你不知道两边的大小会不会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就先戳这样两个。我先看一下。对，大小好。那我就再把它戳成水滴，胖胖的水滴。一样用手掌斜角的下去戳，就会有水滴。好，就这两个水滴哦。好，再来，你看我有内耳。对啊，里面粉那个粉红色。对，肤色的。好，有内耳。那内耳一样是戳水滴。就是量比较少一些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就是这样两个。那好，这个咖啡色的放在手掌，把肤色的叠上来，放在正中间。好，好，用大拇哥，用大拇哥出场了，赞。好，好，按压、哦。你们看到，好是好神奇哦。好，这样子就变成有内耳的多。你只按中间，旁边就会有自然的弧度形成。对，好，再一次。哦，再仔细看哦，很神奇。叠上去，用我们的大拇哥。赞，拿出来。好，哇，压，压下去。只压中间，旁边就会自动蓬出来。所以两个耳朵，我们这样子就完成，对不对？好，在这个地方，两边。哦，在它的。接缝处，对，把它沾一点白胶。那我们接的时候呢，是贴在这里，从后面哦，这样子贴。要注意哦。好，从后面往前粘。好，是贴这样。好，这样之后，我们就来调整耳朵的动态。事后可以动一下。对，好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猴子呢贴来这里。那我们白胶反过来，然后在头的后部。它后面好扁哦，老师。对，好，这样子。它晚上小朋友睡觉的时候，那个妈妈都没有给它翻侧面。好，白胶这样上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翻过来。啊，直接躺下。好，我们就用我们这里的手掌的地方，好，好，哦，直接压下去。老师这样不会害它的脸就扁掉？不会，因为我们是半平面的。哦，因为它刚头背后是平的。对。好，这样子之后，我们就要来贴它的这个鼻子。好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哎，老师现在贴上去之后的样子。好，那鼻子的地方呢，我们用我们的食指一定要这样压一个洞。哦，老师，你刚好快速哦。对，压一个洞哦。好，好，我们就要来做它的鼻子了。小朋友看到吗？老师刚刚很快速，他就是压一个凹槽，这样它才不会掉。好，那我鼻子呢，我是用红色的，然后我们。用我们的食指哦，这样戳戳一个圆，然后再来一二两下，它变成是椭圆的，直向的一对二两下。好，再把我们的白胶上在我刚才压一个凹槽的地方，好贴上去。好，再来就用我的工具哦。好，在这个地方，
画一刀，这样子，给它切一刀。对，好，好，再来深一点，对不对，老师？对，好，再来呢，我就用红色的搓一个小球。老师，你这个嘴巴设计的非常可爱，我很少见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一样在这个地方嘴巴的地方，好，上一点点白胶，好，贴上去。直接贴吗，老师？贴上去之后，我用我的食指，一样食指。对，好，哦，压一下，好，再来，我就用我的工具再挖一个洞。哇，这样子就好了，形成了一个小撅嘴。就是这样挖一个洞哦。好，再提一下，好，就这样子。特别哦。嘴巴的地方，好，上一点点白胶，好，贴上去。直接贴吗，老师？贴上去之后，我用我的食指，一样食指。对，好，哦，压一下，好，再来，我就用我的工具再挖一个洞。哇，这样子就好了，形成了一个小撅嘴。好，就是这样挖一个洞哦。好，再提一下，好，就这样子。特别哦。再来呢，就来做它的眼睛。那眼睛呢，我有一点点的蓝色，我就用白。我发现了，你们仔细看吗？成品的眼睛它其实有点水蓝。对，好，我加一点点的蓝色哦，一点点就好了。一滴滴，淡淡的。好，这样子一点点，真的好少。好，再把它。所以小朋友们发现，你粘土的颜色其实可以自己调的。对，好，这样子你看哦，我有一点点蓝色，对不对？好，老师，还是我们给它再蓝一点，明显一点。我想要它是外国猴子。哦，也可以。西方猴。那我们就再给它。这样一点点哦，我们给小朋友看，不要太多，这样一点点哦，哈，好，好，那更蓝，对不对？蓝眼睛的猴子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在眼睛的地方沾两下，对，好，搓两个椭圆。你看我的眼睛是椭圆形的哦，好，搓一个圆，一二两下，好，先贴上去，都不要去按它，两边都先固定好，对。好，贴上去之后，我就用我的手去按它，直接就形成一个扁扁的椭圆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的眼珠就是黑色的。这个眼珠摆放的位置其实很重要。好，你要斗鸡眼，或者是要斜视都可以。都可以，你要翻白眼也可以。好，一样，我们搓两个圆。好，两个小黑眼球。好，两个圆。老师，这个黑眼球大小是不是？其实大一点的话，好像有那种带瞳孔放大片的感觉。好，其实这么小一个圆，其实你放上去，把它按压之后，它就变很大了。好，我就这样把它按压，是不是很大？也是很大的耶。好，我今天做的是一个斗鸡眼，不规则的斗鸡。对，好，那我现在猴子喜欢吃什么？香蕉，当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做香蕉，跟小小兵一样。喜欢香蕉。好，香蕉我的是黄色，我加一点点的咖啡色。好，你看它会有什么变化？哦，就不会那么亮黄色了。对，但是我的咖啡色我不要全部让它不见，因为我让这根香蕉它是熟透的。哦，你有发现吗，小朋友？你观察一下，熟的香蕉上面会有点黑黑的点，一些纹路。好，那你看哦，它黄色就变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搓两头尖翻过来。哦，两头尖中间就是有一点橄榄的形状，就是这样子，好像地瓜哦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取长的那一边呢，当成是地的那一头。哦，地头。对，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给它弯一下。对，好，弯这样子哦，不要弯得太长了哈。好，这样子之后呢？再来用咖啡色做那个地，找出它的地头。对，所以小朋友，你看，其实你不要做香蕉，做其他水果也是可以的。可以。老师，你会推荐做什么其他的水果？其实做苹果也 OK， 苹果也 OK， 草莓也 OK。对，好，我搓一个胖胖的水滴哦，好，好，那我在这个地方轻轻的压一下，压出一个平面。对，好，我把白胶上上去。稍微有一点平就可以了。好，就两个相叠，这样子。然后老
是在上面的时候再往，然后我用这样子，哦，再粘住之后再搓，对，好，然后这里呢就用你的手直接塑形，对，搓成不规则，好，就把香蕉弯起来，好，好，这样子，我们等它等一下，让它有点点。干一点点，我们再把它弄到头顶。好，这头顶的地方我有搓三个水滴，当成是它的毛，它的头发。对，所以这只小猴子是有头发的呢。好，三个水滴，大小排从大排到小，就三根。老师，如果我是要小女生，我想要给它加一个蝴蝶结也可以。也可以。好，好，这三根呢，我就这样把它叠起来。好，就这样叠起来。三根毛。对。老师，这个猴子就变成像那种漫画里面小秃头，有没有？我会画三根毛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这样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香蕉，好贴上去，结合在一起。在这个地方哦，你一定要上好白胶。好，就这样贴上去。上就有香蕉了。对，它就顶了一个香蕉。好。那其实旁边呢，如果说你有剩的颜色，像我是用一个长水滴跟两个圆圈来做装饰。老师，还是那我们这次不要做水滴，我们可以来示范一下蝴蝶结。好，可以。好，那我们蝴蝶结呢，搓两头尖这样子的形状压下去，搓两个哦。这个是加码，我帮你们要求的。好，一样哦，这样子。注意看哦。好，压下去。哦，中间直接压下去。对，好，对折。哎，对折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中间呢，你要有一个空洞哦，哈。好。哦。哇，这很立体的蝴蝶结。好，然后就两个哦，相叠，这样子。好，还立体。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贴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立体的蝴蝶结，好，我们就把它贴旁边。哇，好，什么都难不倒老师，立刻要他做蝴蝶结就有。好，然后中间呢，就搓一个圆。好，贴上去。好，就用我们的棒子哦，在这个地方压一个洞。哦，这样一个立体的蝴蝶结又完成了。好，那这样子，我们这只猴子呢，今天就做这样子。小朋友每一个步骤都学会了吗？你可以加一条绳子挂在你的房间的门把、喇叭锁上面，或是写上日期送给你的朋友当做生日礼物，收到的人一定都非常开心。那我们现在要先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你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同一时间记得要收看豆豆快乐学堂，我们下次见喽，耶，拜拜。